中央一个乌龟背着一个山，为什么用个乌龟背着一个山呢？乌龟一个同音字叫归来的意思，那山代表财吗？那乌龟背着金山驼吗？啊，因为这边讲究吗？出门看骑手，进门看石头，出门看你的风格或者流行。为什么怀疑或者我怀疑你呢？你带你玩啊。
差不多他豆子，这个币，好好。